他经常跟猪摸咒啊。过去，他说他是猪摸咒的爹。这里围墙一枪死，二彪。看到。没有袭击啊！好了，认真了。我就摁着切斧子往前面冲啊，玩冲男反应啊，我脸上。你这么厉害！红砖楼那个人，在你们红砖那边不有个人吗？在后面红砖。应该交屁股了吧？感觉。还带了把喷子哎。最开始跳到我三标这个红砖。我楼上，我楼上。不等队友，不等队友装逼，跳下来了，跳下来阳台，来得及，你来。哦呦，楼下来了，我知道，楼下死了江，你不用动了。平房了，标点。他后面跑。一滴，我操！石头还是哪有一个？房子里面还有一个。我操！我差点掉血了，远点，干拉的。半坡俩，大半坡俩，你看我怕他吗？完了姜，我他妈轮胎被打掉了姜。左边树，泼死他有本事。车后边，一男要泼他的，泼死他吗？那就泼左边那坨，再靠你那边，死了！我姐，我是来了，那坡有个丫头了，哎，这车干嘛？车死了。车冒着烟的，被人家一路扫过来了。上面那个打头了，还不压吗？瞄哪里？他觉得他很帅，我操！真别这么瞎做好吗？我等他们进圈，有这么瞎做的，是不是嘛？喜欢奥尼的白白粉色飞机啊！谢谢你白天的飞机啊！我真的不想这样。一来给你白爹搞点出狱。别说话，我真的不想这样。一旦给你白爹搞两句祝福语行吗？我白爹不需要的，表演一下呗。别说，就一个 AK 一子。哎呦！哎呦，不想让兄弟们等太久了。